11月24日0时至15时，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病毒感染者863例，其中隔离观察人员704例，社会面筛查人员159例，朝阳区317例，海淀区121例，通州区95例，西城区86例，顺义区65例，东城区45例，昌平区42例，丰台区24例，门头沟区18例，石景山区、大兴区各12例，密云区9例，延庆区6例，房山区5例，怀柔区3例，经开区2例，平谷区1例，重型3例，普通型2例，轻型164例，无症状感染者694例。